对。Hello， 大家好，我是东森新闻的主播韩佩颖，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到了娱乐玩语的聊天室，而且我们今天的娱乐大来宾是 Lollipop F， 欢迎他们。大家好，我们是 Lollipop F。Hello， 大家好，我是敖全。Hello， 我是小玉。Hello， 我是伟廉。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伟。Hello， 你好。Hello， 我今天一次采访四个人，让我觉得我都有点紧张，我从来没有一对四过。而且今天呢，我们还要玩一个游戏，就是相信很多喜欢 Lollipop F 的粉丝们都知道说，首先要先请你上娱乐玩的 Facebook 的粉丝页，因为今天呢，我们有四个游戏，等下我们会抽签看他们四个轮到什么，然后投票最低的人，等下会有惩罚，要铺街，要铺街，在这边铺街，在这个桌上铺街。铺桌应该 OK 啦，对不对？好 ，OK。然后四个这个游戏呢，其实我觉得都还蛮难的。以我一个当主播的那个角色，我都觉得他们等下做的事情很难，他们也要来尝试播报新闻这样。所以说大家要期待。那首先呢，在这个之前呢，你看我们拿到了一个新的，他们改版的一个新的，这个是庆功冠军盘，对不对？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好的，这一次我们非常的不一样，我们非常的大方，而且在这个庆功改版上面，我们多赠送了一首歌。而且之前我们的十首歌是以 dance 为主嘛，然后但这一首歌非常的不一样，叫做《还要一起冲》，它是一个没有节拍性没那么强的歌曲，然后这在诉说着我们五年来出道的一些过程，也算是我们跟歌迷的一个很好的定情歌。定情歌就我们刚刚 MV 也有看到就对了，而且不只是这个，包括还有送很多的礼物，对不对？对的，我们这次呢还有附赠这个，不好意思，从口袋放的太深了。这个叫做明星卡。对，这个话说这个明星卡，它有一个非常重点的意义，就是它每次要拿的时候呢，都不是那么简单。你到底要拿多久？你的身高就没有很高，拿东西原本拿那么久。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把时间再交换给你。好的，还给我是不是？好了，其实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我们的画面右边呢，是他们一开始的这个版本，对不对？对。然后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庆功版，所以说庆功盘，歌迷朋友呢，就是想要就是获得更多的礼物，也可以买一下这个改版之后的专辑啦，好不好？然后我讲了五句话之后，他竟然还是没有拿出来，是我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看呢？来了，好，多送了什么，你看有多珍贵，你就知道。这个叫做我们把它称为电视明星卡，这里有一张是我们团体的合照，然后我们四个个人的大头照。那每一次呢，对，大头照，然后每一次买这个专辑预购，这个改版这个专辑呢，会附赠，就是每个版本不一样，所以我们总共有20款。所以你每次买到的时候就是会不一样的，对，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收集到这个20张，而且会有2张比较隐藏版，隐藏版的。天哪，好像超商的几点的，就像你以前买那个篮球卡有没有？总是想要买到金卡，所以呢，这次呢，你购买呢就一定要在买之前一定要说我要买到最好的，才可以得有一种抽奖的感觉。像我都已经把它弄在那个悠游卡上了，就是。生活贴都可以贴很多地方，哇！所以喜欢他们的这个粉丝们，哇！改版的这个真的好像超商几点哦。对，没错。对，好，那再来呢？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时间，大家也要记得上那个娱乐玩的 Facebook 的粉丝页啦。我需要签筒哎，可以有个人给我吗？我们要有四个任务，敖犬，谢谢，怎么这么好？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好，我先告诉你四个任务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1分钟的快问快答，我会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在1分钟之内这样。然后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手机，我们今天就不看，我们看包包，就是可能其中抽到谁的包包，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手机比较好看的。真的假的？你要跟我分享手机，我非常乐意。第三个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就遇到有这么大阵仗，然后今天也非常的棒，竟然有个电视框就他们要挑战我。的工作当电视主播这样子，要不 NG。 好，第四个呢就是要模仿，这是不是 OK 的啦？第四个最简单，模仿，模仿，模仿，在我们这个团体其实蛮难的。真的吗？对，我们就是不是走模仿路线。你可以叫我们唱歌，可以叫我们跳舞，但是不要叫我们模仿，模仿还有讲笑话，忌讳，忌讳。那威廉模仿自己妈妈呢？妈妈，我他不会模仿，他妈妈会模仿。我等一下呢会诠释威廉妈妈的部分，能跟大家分享。好，那就看看他们这个四个分别挑到谁。那首先第一个是1分钟的快问快答，好，抽签啦，来看看谁。对，你有转变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对，我听说他们四个配合度非常的高，然后人很亲切，我今天有见识到这样子。小玉是不太亲切，怎么会是这样？没有他们的名字啊。
里面是任务，所以说 哦是你小玉挑战一分钟快问快答。其实我一直以为里面会是名字。好像是你咯。我问你吗？不，当然不是啊，是我问你。只要你问我，我才不要来了。好，那你会帮我计时吗？是怎样猜场是不是？哇，铅筒掉了，我捡一下。铅筒掉了。好，小玉继续啊，小玉来吧。啊，你问吧。38题耶！请问最近一次接吻是哪时候之类的？8年前。说谎话会有那个惩罚哦。怎么那么爱惩罚人家？我们不能好好的，就是直接惩罚那个。对，好，一分钟开始了吗？开始了，好，然后一分钟到艾琳。好，来咯，第一题，从简单的开始哈。第一题，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你在浪费时间，快点快点哎！黑色，好，好花啊，小雨。第二个，三对公开的演艺圈情侣，公开演艺圈情侣，那个，你不要看我们，斯还有李永贤，那个是夫妻不算，哦，情侣哦，对，要情侣。陈伟霆阿莎，陈伟霆阿莎，三对太多了，还有再来，再快快快快，还有快，一分钟之内你到底要回答几题？快点快点，讲一些女的给我，很少人公开哎，对啊对啊，还是你要公开你的。可以吗？跳过啊，还要跳过。好，爱上好朋友的女友你会？我会让给好朋友。真的假的？那多久没有谈恋爱了？3年、4年、5年。骗人！骗人！是名传大学，对不对？好，再来最喜欢说的口头禅是？干嘛啦？好，那最喜欢什么星座的女生？跟我一样，巨蟹座。最看不爽哪位成员？阿伟，真的假的？真的是乱说。好，那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好，好，韩佩颖啊。你好，好糟糕，圣诞节快要到了，最想收到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一栋房子。OK， 谁的睡相最不好？团员当中，请当场示范。敖犬，敖犬，示范一二三，还好，很帅啊！没有，他是可以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的。他在这个地上还可以睡觉。好，快快答，快点。好，那最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刚什么星座嘛？最喜欢气质的。然后要懂我里面在想，心里在想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你满意吗？我现在没有。哇，好棒！有圈套。如果来世最想变成什么动物？大象，大象为什么？因为大象很可爱，可以喷水啊。然后，这是什么回答？那跟现在这个有去过动物园吗？我们现在没有啊。好啦好啦，我不要闹你了。哪一个名人是你的梦中情人？Matthew。哦，真的啊？为什么？你说有气质吗？他很有气质啊。可是他也很火辣。对，有气质又很火辣，然后又性感。哪有这种人啊？然后他是 baby 又可以是。OK， 哪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现在的感情观？自己的歌。哦，再起来，再起。现在感情观还要一起冲，还要一起冲。感情啊，没有吧？我们四个还要再一起冲。很好啊，对，很好很好。你是所有题目最好答的。假如有导演找你跟你的梦中情人拍戏当情侣，可是要求你有全裸的镜头，你会？愿意。愿意？那你的梦中情人就是没举例。他可能就会爱上我了。真的啊，这么有自信，这么棒。好，最想跟成员们说的话。麦拿高一点。最想跟成员说的话，每一个吗？还是三个人？三个人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加油。好。怎么到了？时间到了，他们回答了几题啊？当当没有没有，我、哦、没在说了。大概20题有吧？20题应该没有吧？你满意他的？你满意他的回答吗？快问，我跟你讲，快问跟快答，你要想梗真的很。来，我示范一次，你考我一个快问快答。真的吗？好，给你。身高多少？168。错。不能说谎。快问答。圣诞节是台湾的什么节日？圣诞节是12月24号。真的吗？今年要跟谁过圣诞节？跟我们四个兄弟。最想跟成员说的话。我爱你。是不是很无聊？有一点。又是，可是这个团体很会骗人，很会瞎掰。好，再来。那第二个，可是意思就是变成谁抽到什么哈？谁抽？我脸哦，阿伟啊。我们来看阿伟有多好笑。对。
哦，手机大搜查。哦，先是包包啦，是不是？还是是真的是手机？包包，包包，是包包。包包，好的。包包里面有手机吗？阿伟，包包里面没有手机，但我包包里面有什么呢？让我自己想一下。那是我的包包。他包包很无聊啊。他包包，对啊，我也感觉很无聊。原来人艺术家的包包会有多好玩？到了，想一下，要拿这个，我也帮你拿这个。各位阿伟是不是觉得很棒？当艺人之后，还有就是可以荣幸可以跟洪金宝合作这样子。哦，对对对，这是你最开心的事，是不是？你哪时候跟他合作、啊？一边打开一边打开你的包包。上节目了，上节目，上节目。对，我觉得是可以跟他一起录影，我觉得非常开心，对，认识他。然后，其实不瞒大家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哦，又一起吃饭了。对对对，我们感情现在是非常好。嗯，你现在是他的成员就对了。不是不是，我现在是他的小歌迷。啊，这是我们，这是 iPad。对 iPad， 这是我们平常私底下就是打发时间用的。嗯，一样了。很棒，他会自己转回来。皮包，皮包，皮包有什么？看一下，看一下。多少钱？有一点点钱。阿伟，你没钱呐？有有钱呢，有有有。阿伟姐，有几千？还有我一张香港的八达通。看一下，就这样。看一下阿伟身上有多少钱？对，要看一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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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多少钱？数一下，数一下。三喽，三喽。你看，而且有多少计就好。你看，还你，还你，我赚得起。快点，帮我数一下到底里面有多少钱，回去就要写五六千啊，五六千。这些钱是我要撑到过年的，你知道吗？好惨哦。好了，那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两样了。我们武术家有福帽热饮呢，感冒了是不是？不然大家说我前阵子鼻子有点比较容易打喷嚏，所以我都会带着在身上，然后随时就可以泡一杯热热来喝这样。嗯嗯嗯，所以是借机想要希望他找一个墨镜，嗯，墨镜，对，四样了。好无聊哦，他们都没有爆点，对啊，没有爆点。好喂，我们拿出来了。都没有啊，耳机真的没有，还有增高，然后最后就是家里钥匙。天哪！真是太无聊了。我想这段是不会在今天的东森新闻出现，不会被剪进去，因为没有爆点。包包里面就没有太多东西。真的哈，这样要放过他吗？那个欢迎网友们可以上聊天室，告诉我是不是要这样放过他。我有张照片想要跟大家分享。好，对对对，不要是你的狗哦，还是什么无聊的？我也觉得。这是宣传。手机的部分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一张，就是我跟我妈妈的合照。哈？对，妈妈，阿伟可以滑一下，怎么这么可爱呀？他们又看不到，好，看得到吗？应该很难看到，就是他那个阿伟跟妈妈一起算做鬼脸吗？对对，的照片，阿伟，妈妈好可爱哦，好玩了，这样人家拿出妈妈了，拿出威廉来一张，快点，好，威廉，有没有开玩笑？算了算了，算了。赵正平、罗志祥、费玉清，哎，你自己看。我哪知道有讲这些？模仿人物提示是说，你可以模仿这些人，选一个这样子。那你选三分钟，我选，那我当然选沈玉玲啊！你要模仿沈玉玲，沈玉玲你应该 OK 啊！而且你要边模仿边介绍这次的专辑或舞步，你可以边跳爱爱舞一边模仿沈玉玲。这题是真大魔王，沈玉玲。哎呦，你还有墨镜哦！对，我刚才只剩了一个墨镜。不然就是可以让你替换了。好，模仿到谁你们就点。我说要模仿潇洒小姐。
是萧亚轩吗？所以我要介绍我们的、对，一边介绍专辑，你模仿超烂的、你可以用一边唱一边好了，我这次的新专辑呢叫做还要哦，不是啊，我们这个叫做 Death。那这个新的谁不见了？赵哥，赵哥，赵哥，更说你怎么卡？我们这次呢送一首歌叫《还要一起冲》，你唱完这首歌，你就是个卡。飞机，飞机，飞机啊！各位呢，我是小哥飞玉，完全不像，他不像。张飞，张飞，张飞。但是呢，我们的新歌张飞，张飞非常的好听。那主播你也非常的漂亮，谢谢。那我叫飞哥，好不容易呢，我已经找停车场阿贝，夏雷，麦开玩笑，没有人懂啊，宪哥，宪哥，厉害啦，爱健腿啦，爱健腿啦，不是转型的，为什么我要飞哥？曾志伟，曾志伟，我在主持金马奖啊，我讲了很多话，说实话，那最好笑的不是我的笑话，是我们的新专辑大卖啊，周杰伦，周杰伦。威廉，最近有跟我打球啊？不错哦，刘德华。然后呢？刘德华唱《风情水》。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那没人，快换，那没人。你真的会爱你？柯震东，柯震东，最后一个柯震东摸到我。对啊，我是张文亮，他最后摸球，勃起，勃起。我想跟十八岁不宜了，好棒，很棒，很棒，你豁出去，真的，这个比阿文好笑，对不对？你的精神值得敬佩。东森新闻播我这套，我会播这套，我会播这套。天哪，好累，三分钟，真的要给你掌声鼓励一下，我给你，这我个人给你鼓掌一下，当演员好辛苦哦。模仿真的不像，但是有精力啊。对，很尽力，很尽力，而且三分钟好长哦。对，长哎，有六点，很厉害哎，多才多艺。好，你给自己打几分呢？哇，我给你打，我帮我打一下。给你打，我在旁边看了，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尽力，应该有93分。有93分，有平常很常模仿人吗？我们比较会私底下的，就是在闹的。刚刚那个停车场阿北，就是我们常模仿的。如果你懂的话，你就知道我很像。怕其实观众不懂，对。但是粉丝不懂，好，但是他们真的很尽力，我可以感受到。看一下网友的100分，100分以上，哎。玉哥人真好，还有人说玉哥人真好，电话是假的，可见有人真的打。不要打了。好，100分真棒，而且我觉得很辛苦。最后一个喽，那就是威。好，好，报新闻是不是？报新闻好难哦。很难笑哎，没有你报音乐吗？而且有电视框哎，特别为了你们准备的。我访问这么多艺人，我从来没有看过皮克邦这么的。大手笔，有两个稿子，这做没有质感，没有质感。哎，还有一张，哎，还有一张，帮我拿。报两则是不是？三分钟内不 NG， 播报两则新闻，很难呢。麦克风，所以你就要给他，对。帮他拿，帮他拿。给我。哇，这个是。而且你要先对那个那一机，然后等一下会给你转换。不是，你可以先对。没有办法看稿子念，是不是？你可以先大概记一下，然后对对对对对对，可以看得到啊！我看可以可以，电视机前面都是这样吗？前面是主播的前面有个提示的读稿机，但读稿机有时候是会坏掉的，你知道，所以不能太依赖。所以自己还是要了解，对对对，自己要了解这个新闻。你现在有一个就是读稿机在这里，它搞不好等一下坏掉，所以你身为一个 live 的主播，你都要随时 stand by 好，对，好不好？那你有遇过有坏掉有？有啊，你踩不到，或者是它会跳挫折，所以你要知道状况，应变啦。所以里奥纳多皮卡丘也是。皮卡丘那个是前辈，是想要害我是不是？因为我跟害你想害我，很过分呢。主编不会这么不上道。好了好了，赶快赶快进，来进哦。好，1、2、3 ，Action！ 接下来播报这则是高玩新闻女主播笑场，记者写稿子太搞笑，害得主播笑场 NG， 还搞得大笑。我恨你，像阿伟他家常常的鸡睾丸，就会让我们大家非常的好笑。其实睾丸这种东西是非常……换一个新闻进。这个长相布莱德比特的人，他其实有接这个睾丸，然后。这个对啊，因为我看不太到。创立这个。FBI 其实连续调查这个睾丸的东西对人类有什么影响，然后历任八任的总统都对于这个 FBI 非常的非常的睾丸新闻回来最近哦，这个网友都太可爱了，太我要疯掉了，超疯掉了新闻啊。
而且日前一件台中市的男子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过，以及撞断了手术，经过那个打了玻尿酸之后，我们看匹克邦那一集，玻尿酸打了玻尿酸之后，整个雄性大增，所以台中市颁发。不是有新闻插播，现场新闻插播，里奥纳多是不是得了什么新闻插播？哦，里奥纳多皮卡丘经过沈燕秋，沈燕秋是谁？李燕秋之后，整个秋天。很好，我一看他在讲话，要继续吗？别啊！好了，好了，好了，还是不错，完全看不到哎、欸，你帮我们示范一个啦。真的吗？要示范什么？你就是主播，对你，我觉得我想看一下专业到底会是。可是我可以不要念这个吗？我念你们的。好，你念我。好，我试着讲。会有那个我们的 FD 在这里哦、喔。真的假的？现场会出一些状况，所以再跟你讲。很过分的，又不是你们采访我。大头贴。我是因为我认识他朋友。给我50块硬币，我要掏钱。掏钱干什么？好，我先，帮我拿是不是？看到这个，忘记了这个。真的假的？好，那我要播一下了。我在这里，因为我是专业的，专业的。几一下下就好。我要看哪一集啊？我看这个。好。观众朋友晚安，你好，欢迎继续加入东森夜间新闻，我是韩佩颖。第一次来为您播报的是 Lollipop F 在今天的 KKBOX 的排行榜上头，他们勇夺了冠军，因此呢，接下来 Lollipop F 他们的精彩的歌声就带您一块来听听。啊、哦，不好意思，等一下，现场插播，有插播了，插播。是 Lollipop F 团员威廉在现在市民大道五段那边裸跑，来帮我进这则新闻。好，一个现场的最新消息，艺人竟然在大马路上裸跑，而且对象呢，这个竟然他是 Lollipop F 的偶像明星威廉，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交给现场的记者阿伟，阿伟请说。啊，是我现场现在来到这个市民大道五段呢，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呢，有一位就是 Lollipop F 的团员威廉正在裸跑，而且跑到一半都发现呢，其实是波浪形。哇塞，不得了，刚刚我是这样吗？哎、欸，我是神，好不像哦。我觉得好饿，还要偷拍哦。我自己弄死了。阿伟，有网友说这是中风。嘎嘎嘎！你们的魔王的波像，我身为一个舞者，要跳 Lucky， 好可怕哦！我觉得这段访问不受控制，你们平常都这样吗？我没有，没有，我都流汗了。天哪！今天在刚刚最后一个，因为我播报新闻刚刚太难笑了，我自己就是很难。你觉得当主播难吗？哎、欸，蛮难的、欸。真的吗？可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较难哎、欸，就是平常要对要模仿，然后要跳。是一个谁领？我不要，我谁会是沈玉玲啊？不要！我很惊，我就在这里。他抢我带过去，反正是老钱的朋友嘛。我认识老钱的朋友。我回去报告。对，其实我没有很熟，我表妹比较熟。好难哦，好，所以呢，今天你们四个人觉得表现谁最好？哎、欸，我觉得敖犬表现真的，居然是压倒性的，对对，你们三分钟有尽力。我们团就很少在模仿了，他今天放开了。我还会更多啦，真的假的？就先这样就好了。嗯，而且团也很少在播新闻、啊，所以这个通告是怎么一回事？事前招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通常对这个通告的工作人员，他常常会出现一些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对，然后我们也，所以我们其实也不会觉得太惊讶，因为他常会出包嘛，那我们就觉得算了，没关系。好的，大家可以上网投票啦，到那个娱乐玩的 Facebook， 然后我们来看谁的票数最低。好，我笑。不会，劲敌啊！对啊，我是因为我没有爆点。嗯，对，怎么办呢？下一段我们有更劲爆的点来进广告啊！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对，好。再来呢，因为我有看过，就是之前你们有爱爱舞，对不对？是不是今天现场的，其实很多的粉丝也很期待，要不要教一下下，或跟大家分享一下下怎么跳？其实很多节目都分享过，对不对？可是因为我没看过，所以要在这边教大家。我不要啦，真不要。学完了你会很幸福哎、欸。我就看着你们，我就觉得非常的棒了。对，来教导大家一下。香蜜在哪？不用再模仿了，我们就正常恢复你的偶像本色就可以。我做你讲好了。好。是你讲我做吧，我讲你做好了。这个爱舞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一张呢主打歌电视的一个精髓。然后他其实在做的时候呢，为什么叫爱舞？因为他有很多下半身的律动，好不好？所以在做的时候，切记一定前后左右尽量不要站人，要不然会有点尴尬。嗯，威廉，不要站人，对，不要站左右。我后面我站上面，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后面 OK， 但前面尽量不要站。前面不要站。好了，我们简单示范一次。好，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二二三四，哎，顶出去七八，好，哇，两个八。但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是比较慢，可是如果拍子比较快的话，它会做起来非常性感，也有爆发力。对，练好了没？我们把拍子加快一点，好不好？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重点，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说，跟大家解释哦，刚才敖犬在跳这里的部分的时候，这个女主播呢，我很清楚，发现她从那边，你在做，你做的事，你做的事。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他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我这边会害羞好不好？对，可是我觉得真的爆发力十足，哎，这个要学多久啊？其实我们现场在排的时候，我们花一个礼拜的时间都在练这个爱舞。那是边曲边舞的，怎么会想到这么特别的舞步呢？嗯，那个一个日本老师想的，他就是这舞风来自于迈阿密，然后可能就是那边的黑人呢，看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会有下半身的律动，大家就知道舞 ten 是真的有这个，是。那所以有个桥段是现场大家也希望可以看到你们精彩的表演或者是唱歌，有愿意来一段吗？假如你说宣传一下，看你们对。战利品，战利品会不会有？好。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了。哇，战利品，战利品，好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这是第二波主打，完全不知道汪荡走，好，这没有在，好，没关系，我们可以唱啊，真的假的？要吗？火力出爆，大家都喜欢。好喜欢这个团体哦，因为其实唱还要一起冲好了，好不好？啊，也可以，这是多的歌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也想要唱，对啊，我也想要听歌，还没唱过没关系。可是看到战利品的舞蹈，然后又要听，还要一起冲，好，现在到底是要哪一个？没有这么多时间啊，一首而已啊。好，那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好，需要歌词吗？需要吗？大概知道一点。二三，还要一起冲，还要一起疯，踢开了迷惑，再跳着感动。为了听我讲，难得的机会让我看我突破，以我为荣。还要一起冲，还要一起勇敢做梦，追求难免伤痛。为了听你随传就随到付出所有，最希望我能一起成功。然后说我要把麦克风拿过来，不知道，因为我刚听到有东西在飘了。好，老师鼓励一下好不好？把他们搞成什么？很棒，很棒，哎，第一次唱，哎，就是真的很棒，很棒，而且是改版之后的，对不对？所以说，歌迷朋友买了这张新的这个改版的之后呢，你就可以拥有这首歌，拥了这首歌，非常的好。那现场愿意跳一段给我看吗？四个人一起跳，还要一起冲，还要一起冲，只要跳四个人一起跳一段呢，就是舞蹈一小小段就好了。还是就四个人把爱舞吹喽。也可以，可是也没有音乐哦。我们先做一下，让大家看到。还是阿文做就好了。好啊，好啊，好啊。爱我，爱我。好。哎，那刚刚做过啦。对啊。我是四个人一小段。好好好。爱我，爱我。一小段就好哦。真的不知道汪荡走。真的没有在汪荡走。五六七，等一下，等一下，等他。太高了，怎么逗？没有，他以为这样很好笑，没关系。他以为这样很好笑。五六七八。好奇怪哦，很尴尬，很害羞，很害羞，就是要把我弄得很尴尬，很尴尬，就有不尴尬，你也不知道位置，很棒哎！而且这是很多的那个，我这个来之前我有看过你们跟 Super Junior 有一块大舞，对，要不要谈一下这些经验？现在不一样，对，今天一起比，我们都跟天团一起跳舞了。那一次其实的经验我觉得非常特别。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去韩国练我们第二波战利品的舞蹈的时候，然后刚好遇到了制作单位，然后经过介绍之后，他就觉得我们我们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就邀请我们到那个节目 Star King 一起表演。对，其实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紧
张，然后在台湾练大概快一个多月时间，然后就去为了要呈现就是最好的来去表演，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在那个舞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华人团体，所以我们觉得不能让华人争，要替华人争光，所以就其实压力蛮大。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其实那个火药味没有那么重，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该表现的或者歌唱歌的地方全部都已经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遗憾啊，我觉得非常的还蛮不错的交流。他的麦克风没声音了，真的吗？对，你没有声音了吗？有吧？一二三，有声音啦，有声音啦。好，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棒，是你们跳他们的舞，对不对？嗯，对。对，所以有事情也要练很久吗？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准备要去的时候，包括他们的舞，包括我们的舞，还有我们自己在 solo 的一些表演的时候，大概准备了一个多月。没有，我们在看你那。对啊，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而且可以，他们也算是偶像，对不对？跳舞也非常的有实力，对，一起那种尬舞的感觉怎么样？你看会紧张吗？一开始我们在那个背板还没要出来之前呢，小玉呢带来一首 rap， 那首歌 rap 的内容就是。怎么办？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韩语是什么？那我们等一下跳的舞你还记得吗？就是他上了一个他非常紧张的一个 rap。那这也就是说呢，我们非常的紧张，因为站到那个舞台呢，其实就是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嘛。那其实，但是出去之后，我发现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一个综艺节目嘛。但是我们还是尽全力把它完成，而且完成的非常的好，这样子。对。好，那再来呢？因为呢，透过了这次，我才发现说，原来你们有撞鬼的经验，是不是？好可怕哦！讲一下。就是在录那个战利品的时候啊，然后其实那个耳机有出现一些人在唱歌，那个歌声呢，其实比较偏向女生的频率吧。啊，是耳机传来的。然后怎么唱呢？四个人都有听到吗？一开始是威廉听到的，然后我们就是有点不太相信，后来我进去录，就是发现，真的有，真的有点怪怪，然后我就不太敢讲话，就很安分的把它录完。那后来发现是老师，可能换一个讲法，因为通常我们再录一次的时候，老师会说啊，来下一轨，来再下一轨，那就换成嘿下一道，换成下一道就好多了，那个现象就不见了。因为那时候好像刚好是农历的七月啊，对，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所以其实很就是因为那个关系，所以让人很敏感。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经验啊，对，因为我之前比较没有遇到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我就觉得哇，有点自己觉得，因为有点明显，对啊，所以你到后来大家都有听到就对了，而且他唱的还蛮不错的，他是那个女生吗？是 R&B 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是 R&B 嘛，后来有去拜拜吗？后来没有，就是有人说那是代表说会大卖。对，有人这个对不对？我有听过。那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恶意啊，就是大家就是不要想太多。对啊。果然大卖了，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改版了耶！谢谢。要不要谈一下一路过来的过程？其实从选秀节目，那算一个就是棒棒糖，棒棒糖是啥？都是你做的。好，配音棒棒糖。好，从棒棒糖的到现在这一步，有没有觉得一路过来就是感觉？我觉得你这一段会跟那个皮卡丘一样。不会啊，我会让自己种这种东西出去吗？不会。我会转 Facebook。不要，好，先讲一下那种心路历程呢。心路历程，他都不习惯过，然后从一个大学生到变偶像艺人。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算是大家都是路人。就是路人而已，那就是参加一个节目之后，我们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当明星或者是艺人，然后就是一路走过来，我们都是从就是实战当中去成长，不管是唱歌跳舞或是艺人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或是特质，那这么走过来，那不管是你喜欢我们五年的歌迷啊，或者是说喜欢我们五天的歌迷，都是我们 F 迷，好不好？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那有没有曾经觉得很不习惯过，或者你知道开始大家会关注你们的绯闻啦，关注你们的很多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我要问他了。其实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还蛮不能适应的，就是我读的是体育学院嘛，然后其实我们那种学长学弟制是很重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大概已经大四，所以在学校应该是地位是应该是很崇高的，但是因为在魔棒棒糖，所以有一些学弟就是威廉，吼吼吼，然后我还棒棒糖，我听到其实会很不开心。如果我是学长的话，我如果我是可以当下叫他过来做伏地挺身，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出道了，对，所以我就要嘿，你好，所以那种心态上的调试会有点难过。叫你做伏地挺身，你会做吗？
我会把他抓起来福利品尝。好，而且五周年的感想呢，阿伟要不要谈一下？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因为五年其实就是感觉就是说起来蛮长的，但其实很快、啊嗯、然后这五年呢我们发生很多事情，然后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也有很多去过不一样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有开演唱会、嗯、我觉得很开心。那希望之后呢还有更多的五年，因为敖犬答应我就是十年之内会有完成我的愿望，所以我就是很期待剩下的五年。什么愿望？他，你不要拿这个戳我鼻孔。年轻人，敖犬什么愿望？我们刚刚一进放送堂的时候你答应我的。因为那时候呢我想要拖阿伟下水。我就乱讲一个、就是要吸引他的愿望。我说十年后呢、阿伟你身边呢一定有十个名模围绕在你的周围，真的假的？然后就有那个泡泡跑出来，哇！然后就要跟我去录了。现在没有吗？没有，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嘛，而且我们都是单身。而且十年后，真的会有啊，那你进来耶！真的。而且练舞很辛苦哎，其实我看到你们每一次这个上节目的过程啊，然后上就是包括了到国外，你们每次都会举人，对不对？因为就是会叠叠人在身上，很冒险的，不觉得吗？每次就是每次表演的时候，除了表演自己的歌，我们都会想要把我们的特性表演给大家看，然后我们都会特性就是发疯，对，发疯的举人，或者是做一些地板动作，可是我们以前都是比较个人的地板动作或个人的舞蹈，可是我们现在走团体路线，对，所以我们都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配合团体的动作。然后我们就想一些，像我们这一张专辑有一个叫《电丝风火轮》的，对，就是威廉我扛两个人，然后在那边旋转，对，他就算是我们团的苦力，对，因为体育学院，我们敖犬呢就会负责把他就是，就像你讲的举起来，我们连到韩国那个综艺节目，对，把敖犬举一下，对，你在讲他就要叫我们举了，哎、欸，很聪明，大方上来。因为我们都，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我每次看你们，不管是录哪个节目，包括到海外，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就对了。对，好，那这是跨年要举人吗？跨年，是我们跨年好像、在澳门，对，澳门，然后过，就是跟歌迷一起过吧，因为就是出席澳门的活动表演。就是我们很多，像刚刚一直有在说，就是我们会不会去参加香港的颁奖典礼？我们好像十二月底的时候也会去香港参加颁奖典礼。劲爆新城，新城还有 TVB 八，还有雅虎奇摩颁奖典礼。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会跑很多地方，就想要让更多的歌迷朋友看到我们的表演跟我们这张专辑的歌曲。但颁奖典礼会让我们就是脑子会快要烧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喜欢表演，我们热爱表演，所以每次表演我们当然就希望就是可以不要表演一样的东西，所以每一个颁奖典礼我们就希望可以有新梗，新梗，所以我们在想梗或是在服装上面，哪来这么多梗啊？要怎么想？从日常生活发想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走到有点瓶颈的感觉。大家如果有梗的话可以 email 给阿伟，好不好？OK， 好，而且最近很多的 fans 是需要考试的、哦，要准备考试，所以说你们要不要一起帮他们加油？对，我觉得当我们的粉丝虽然说来我们活动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其实考试这东西会牵涉到你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要好好认真用功准备，才是一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模范的粉丝，就是要关注你们，然后又要好好的准备考试，对，绝对啊，好不好？因为其实我在。有时候在那个就是网络上啊，我会常常有些歌迷会留言给我说，哎、欸，他明天要考试，他压力很大。那我就会默默的回他留言，就是说叫他明天要加油，考试一定要加油这样子。当你们三个在很努力访问的时候，另外一个在自拍，感觉怎么样？他想要抓住他年轻的尾巴，就让他多抓一点。他也没几年可以这样拍。他也没有几年了，是不是？哇，真的是，他们也没有照汪荡走，我也没有照汪荡走，各做各的。来，我来介绍。因为很多歌迷朋友就是像我们刚刚现在楼下也有一些歌迷，他们都是刚下课，那我们都希望他们就是因为现在要考试，还是以考试为主，那考试考完呢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可以。对，但是如果你要我们分享什么读书的经验，其实不太能分享，因为你没在念书，没有那么好。小玉，我是说的他们在硕士 OK 的经验，读书的经验，读书经验就是把还是把妹的经验，读书的经验就是一定要背，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很多人不抄笔记的。因为我有一个姑姑，你以前抄吗？我以前每天都抄，每一节课都抄。像我姑姑啊，她是学校老师，如果现在学生就是抄笔记，就是老师写好黑板的，照相机拿出来一照，然后回家再看，都是这样子、啊，超方便的。对啊，这样子很方便啊。可是这样子很。就没有少了，抄下来就记进到脑袋。那假如你真的抄完，你会记起来吗？其实威廉，会，因为你在笔动的时候，笔写笔记
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种强迫记忆。还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抄旁边的，然后就记下来？不能抄，绝对可以。阿伟，你看，好，因为他学历不高。好，可是你喜欢学弟，不是学历不高，是长得不高。好，可以言归正传，就大家加油这样。给主播看我这张拍的超好的，一定拍到我很不好的，对不对？我看一下。没有我好，非常好，非常好。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入境。好，再来呢，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现在有不同的那个一些取向啦，像敖璇最近拍了电影，对不对？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这个计划，那很多的团体慢慢就会有一种单飞不解散 ，SHE 也是这样。那你们有这样子的方向吗？我们一直都单飞不解散，就是只要发专辑，我们就会一起嘛。那平常的时候，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会一起啊，所以就是。像明年的计划就是单独出去拍戏，单独出去拍戏。最近呢，就是有一些邀约了，所以大家就是会希望在明年有戏剧上的表现。嗯，拍戏难还是唱歌难，还是跳舞难？每个人都不一样吧？我觉得，你觉得？我觉得唱歌比较难。为什么？因为唱歌就是比较我之前比较没有做的事情啊。然后，可是现在大家就是因为出了专辑嘛，所以当了歌手一定要把唱歌练好。那这张我们大家还蛮在。唱歌上面花心思，希望大家有感觉到我们的进步啦。那阿伟呢？就像敖璇刚才讲的，就是会以戏剧为主，然后也就是期待，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动作电影，那希望明年呢，也就是也可以多拍一些动作电影。对，而且现在不是金马奖刚过嘛，然后因为敖璇也因为用演员的身份去参加金马奖，其实我们三位都其实蛮希望有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四个都可以以演员的身份就是一起站上那个红地毯，我们有四个分割画面，有没有？对对对，比如说男演员的时候，四个分割画面都是我们，那是蛮帅的，或者是那种终身成就奖六哥的时候，也是四个，也是蛮好的，好。来，小玉啊，我自己预计是在明年有，就是自己个人的作品会出来，就是比较粉丝有提，对，比较符合我自己个性的，或是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作品，对啊，那希望大家期待一下，现在还不能透露太多，因为唱歌这块你比较钻研就对了，对啊，但我觉得演戏嘛很累。是，但是很开心。那最后威廉呢？我觉得刚刚说比较难，我觉得是扮丑很难。扮丑，对，太帅了。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太好了，好，我喜欢。我是调侃，我专访，我真的拍给你。哦，真的假的？没有哎，没有。好，来，为什么扮丑比较难？没有，我是开玩笑的。但是我觉得明年的规划，其实除了说我们。一起要做的专辑之外，但我觉得也许在明年底，我希望大家再发一张专辑，然后可以准备一下演唱会。对，然后其实公司也有在规划，然后有些棋在地。对，那我们就让大家期待一下吧。那我们绝对会拿出最好的实力给大家看。好，大家都要期待咯。然后最后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要看一下票数。刚他们每一个人呢都进行了任务，来看谁的票数最低呢？哇，敖璇最高，威廉最低。我戏啊，我戏，我票。小玉吧。威廉。是吗？是威廉吗？对，是威廉。那个我们有公证人，要看你说呢。我看票数啊。票数。看那个。敖璇最高。哦，威廉真的很低。阿伟。阿伟22票，只是拿包包有22票，这样有22票很不公平呢。不是，我可能是在我出卖了，要求验票，好不好？不公平是不是？好，那最低的人就是要那个铺在桌子上拍照，这是惩罚，因为默默也进入到了那个结束的时间，好，完全不在汪荡走，默默的半个小时也过去了。今天呢，所有这个加入我们聊天室的粉丝们，你们可以上娱乐玩的这个网站，因为呢，你就可以获得这一张拍立得奖，然后他们也会在上面签名。哎，不是这里，哎，这是这里。你在铺没有在铺正面的了。其实我发现访问四个人不好访问，我好难搞，很乱，有点乱，但很非常可爱。对，难怪你们有这么多粉丝。你先趴着。好，你们一边趴，我一边问。有人说你们什么时候会到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明年吧，因为今年我们还没有排到马来西亚行程，但是我们明年一定会到马来西亚，你就等我们喽。好，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粉丝们。就等明年喽哈，因为你不断的在上面发问好多遍，所以我来问一下。扑，好扑！天哪！哎，手要这样子啊，好牺牲哦，会不会痛啊？好，他们三个人，然后跟那个扑街的，然后一起拍一张，进去吧，进去吧，那个拍立得看中间。拍立得，拍立得给他。
帮忙一下下，哭的就趁好。所以呢，所有加入我们这个聊天室的网友们呢，只要你上娱乐玩的网站，然后回答出了问题，幸运的朋友就可以得到这张拍立得哦，独一无二，一张嘛，对不对？我觉得我好像在学游泳啊！天哪，好不受控制哦！啊，好，再来吧。恶搞当中要公布一下未来的计划。好，观众你们的朋友要去哪边才能知道你们的消息呢？然后未来的计划有什么？未来计划呢，我们就是一直在宣传我们这家新专辑嘛，然后呢现在桌上呢有两个人计划要单飞去摔跤。等一下会变社会新闻，镇定一点。出来了打架了，打架了，不受控的抓了，对，很不受控。然后每个摊贩都这样恶搞吗？明年呢，大家都会很有出息，然后有自己的发展。然后当然呢，我们希望开一个最棒属于 Lollipop F 的演唱会，加油！ Yeah！ 那之后有没有流程？比方说明天呢，还是有一些计划跟大家分享？还是签唱会还是明天有吗？明天晚上，11月30号，就明天晚上6点，嗯，我会在这个进化城那个西满客啊，然后我有认真的态度讲，对对对，我有一部电影叫《秋瑾》会在那边首映，那希望所有歌迷朋友都可以来支持。然后的首，其实算是比较正式的首部大荧幕，我觉得大家歌迷们或者是影迷们，大家要去看，要支持一下，看他看看他的镜头是不是真的比超。我明天帮你播，我兄弟第一次拍电影，你明天有记者有去的话，我播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好，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很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希望你会喜欢棒棒糖。哦，我会，我会，我不用这次采访我就喜欢了。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拜拜啦，拜拜。